Lady Jenny 空气魔法书，它有分大小，我也让大家看。这里有两只，这个是大的。哦，你有没有玩过？有一个人拿那种很多只脚，然后这样搓你头皮，再拿起来，就是那个触感，很舒服，很舒服，是舒服的。那在你家里面使用的就有什么不一样？我平常的那个梳子没有这种感觉。哎，它很舒服哎，它就是放松。我先开手机，先来讲自己的那个。我想说，对啊，这很舒服哎。可是你要让它对了，不然我跟他接头发。来，大家等我们五分钟。它的弧度是跟我的头皮是，你知道，就是头不是人头不是圆的吗？嗯。然后你看它这个就是圆的。哎、欸，我知道为什么这个你们会买了。我那时候是很有感，很舒服。就是，而且我的头梳完之后感觉也变亮。你要再来，这是一个。哎、欸，是不是很像那个？舒服的，是不是很像那个？就是我说那个玩那个人家按摩头皮的那个，舒服啊，舒服，这个好舒服哦。就是它，而且它是因为它很细，可是它面积又很大，对，没错，对，它不是大个，然后很小这样。哇，你们的头发都好长。你看这画面，两个女，两个女，那这样子看不到你们的那个。嗯，好，那我帮你转，好，我帮你梳，我帮你梳，那我转背面给大家看，那我要放后面。哦，你的头发好长，那头发很长，大家可以看，它这个梳超滑顺，哎、欸，对，都没有打结，哎、欸，我头发很容易打结，它都没有打结，而且我刚刚会断，哎、欸，你要知道我刚刚绑完头发，绑完头发照理来说它是会比较揪在一起的，对啊，这个对话有点奇怪啊，要有人面对镜头，你要看镜头，不然两个人都在，他不知道现在在干嘛。完了，现在没办法停止梳头发，我们会一路梳到五点。大家就是，哎、欸，而且你知道我头发是很容易打结的。你说，因为我是漂发，哦，对，他比我更容易打结。我的头发是漂发，所以我很容易打结。但是没错，有人说是要买吗？你要买给我吗？哎呀，另外一只啊，这是小只的，小只话，哎、欸，像我刘海这样子，可以整理一下刘海。而且其实长头发的女生啊，就是家里面就是啊、那个梳子常常容易卡头发在那个。这个很好清，因为我刚刚马上要清掉那种，很不好清。对，你说它如果不是中空，比如说圆筒梳，哇，真的，圆筒梳你要清，你干脆直接丢掉，买新的一支。对啊，你说那个真的很难清。很多人吹头发，他们要做造型，他们就是用那种圆筒梳把它这样卷起来，然后你弄完以后它就卡在那边。对，哎、欸，我手机我要买，26+1，这个梳过很有感。这个，哎、欸，这个它这样是不是小刘海啊？那我刘海刚有而且它这个弧度。它这个弧度是符合人体工学的，就是符合你的头型啊。对对对，刚好头型是就是这样，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梳，都是刚好切合。我这个如果买回家，我男朋友跟我抢。那你买两只，因为他每次吹头发他都很讲究，他在那边弄。他比你还讲究。对啊，我都随便吹，他在那边弄，我觉得他会很喜欢这一只。现在有很多男生也很喜欢做头发造型，而且不是现在男生也会漂头发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也是漂的比我还夸张。对啊，又漂又染，你们也会需要这一只。